在我们要为您大家带到我们的动物奇观的节目。接下来这个节目呢，让大家呢，给你好嘞，啊，预备，Action！好，现在来转转转转转转转。掌声鼓励鼓励。你不要那么暗，很久没有人按过了。阿弟，麻烦你后摆的混体，你会使混一瓶没？你头混一瓶，脚混一瓶，你安尼混一瓶，爱规块汗毛大家看，你是拜托者，人爱买标买头标的。舒服吗？舒服吗？我有穿安全裤。哦，你有穿安全裤，我们很想吃猪脚醋。我们很不安全，我们很不安全。问题是我本来要盖他的脸，这个盖下面了，我不敢穿了这件衣服。不用担心，等一下拿去烧了。这个有妈妈的味道啦，有妈妈的味道。没有，现在重点不是这样，重点是，重点是刚才抱的有好看吗？有好看，掌声一下。不是，好看是肯定好看，现在有一件事情更重要。什么事？他到底要怎么爬起来？别，我可以了，我可以了。你抱我一下。啊，你抱他。无我叫，无我找会长我，无我咱的当天来会长我。不要这样嘞，他老人家了腰骨都是肉。是，我不是要叫会长给你抱，我是要叫会长叫一条吊亲车给你夹起来，你夹住。我会使，我会使，你给我一点鼓励。鼓励，鼓励啊！来，给他一点鼓励。鼓励，有没有？来来来，卖哈条，卖哈条啊！你看。卖哈丢，可以吗？很长的这个，我可以的。我是灵活的胖子，是，我可以下去，我就可以自己起来。哎呦，真的，我们做人就是这样，能屈能伸。好，姐姐，怎样跌倒，我们就要怎样爬起来。姐姐，你再秀一个你的特异功能好不好？什么东西？意志马，已经没有了，变半字马。什么叫做已经没有？37岁了，开不到了，有一点开不是很大了。这种东西要时常。那你要站起来之前，我们是要做什么样的准备？你们站起来之前，你的鼻子要盖住。鼻子。为什么？等下味道飘出来。我们的摇滚区的第一排的第一位是要闪一下。哈丢哈丢啊！哈丢哈丢哈丢！因为我今天下午12点就出门了，到现在还没有洗过。哎呦，还没有看到，好了，起来了，给你自己了，我不要聊了，可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么灵活。哎，你看他赚钱不容易哦，他讲，不然弟弟啊，富得正，好像砍一刀是不易的，啊，这阵砍一刀。笑料，笑料，干一套子嘞，笑料。没代志了，没代志啊。哎呦，你今天衫敢那咸菜啊？来，英英。请杀！来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给我们莹莹这么灵活的表现，掌声鼓励鼓励！谢谢大家，也要谢谢我们的陈翔，谢谢谢谢。希望我穿这个会更黑了，希望。我帮你也穿啊，要去水水。会了，很黑很黑啊。哎，为什么你穿回去？没有。哎，你的衫拿去给我穿，感觉会安怎啊？来，我们把穿。你的衫还是就要穿哦，志伟拿掉了。练啥叫我请呢？不要这样子，拿去收，拿出来。我的毛毛呢？我可以穿了。当当，我本来大牙白。哈我同学你讲请啥都行。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不要，你的手不要进去先，你的手不要进去。好。你是不是聊个小金啊？这个可以转两圈的，我的衣服。这套也蛮好看的啦。
可以了，你喜欢我送给你。OK。最近我很大方的。我弹，我弹。OK 啊。可以了，闺女，蛮好看的啦，蛮好看。好看。现在流行什么 oversize oversize， 所以我这种蛮流行的，我也是 oversize。哎呦，你是这衣服在哪里看过呢？你跟我们地上的不一样。你看，你看雷毛哎。这我曾经提了，曾经提。哎，所以，来等等嘛，等等嘛。嗯，你夹起，你夹起。你请，我请好了呀。那个独身。你请啊，你请啊，你请啊，还是你穿比较好看啊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是我的衣服。莹莹啊，请啥哦？放卡灯来刚好请。放卡灯会头啊，放卡灯是一块袂叮当的，佫会叮当。跟他贵贵。跟他贵贵，这个。是专门咧甲查某穿衫的，你唔知道啊？无啦。啊。我烫衫较高。讨厌。穿衫较慢的咧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are you ready for the show?我们九大八九王庙呢，不惜重金礼聘邀请到我们台湾超级红人榜，我们超级巨星，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翁玉君秀才。相亲老炮。Thank you.